什么数学这么难呢？其实不会，老师先来示范黑板上这个题型，大家就会发现数学其实很简单。大家可以看到黑板上这个三角形是由点 A、点 B、点 C 所构成的三角形。那点 A 到点 B 是我们的高，点 B 到点 C 是我们的底。那三角形以 A、B、C 的面积公式就是底乘以高乘以二分之一所构成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数学其实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把公式、图形都记起来之后，面积其实马上就可以做解答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